以这一趟你是社长了吧？哎，对，这一趟你是社长哦。是，我觉得他是最会控制时间的社长。福袋交出一空了，没了，茶叶袋卖完了，他达标了，达标了，真的卖完了。希望下次台东还是他能够继续担任社长，那就太好了。在家里想完就要叫爸爸妈妈买一组回家。周日晚上8点，社长之路就在东森综合台。